爸。他过来被补一天没有，他爸把车子也堵了。等到情况稳定以后，我们还要可能还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，以筛查可能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隐匿性的没有发现的一些伤情。根据病人的情况，如果需要紧急手术，在他家属没有到场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医院授权先根据病人的情况，紧急情况我们就可以先做相应的治疗和手术。